的巨星萧敬腾。想念你们喽。
何天才来才中，今天就想念你们了。见到大家，非常幸福，非常幸福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啊，先唱歌好不好？好。
唱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，阿飞的小妹。接触吗？那你要跟镜头打叉打叉，那没办法。对，其实我很想跟大家近距离接触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，下次我们才可以再见面，好不好？下次我们再见面，好不好？明天再来台中，好不好？明天再来台中，好不好？你们怎么样？爱你们。
在那里，你在那里不会紧张哎？哎、欸，你是那个歌后，艾薇是森林之王的冠军，我会怕，我会紧张啊，艾薇超可爱的，对不对？超级超级可爱，说停就停，说唱就唱，厉害！你是我的偶像，你更厉害！别闹！别闹！别闹！能多多支持艾薇，多多支持我们站在台上的啊、表演的朋友 Kevin， 还有前面很多森林之王的艺人朋友，还有其他的艺人朋友，还有在台上工作的艺人朋友。都给他们最大的鼓励就好了啊！那我们就会在台上非常享受，非常开心。接下来呢，唱一首第一张专辑的歌，一首快歌《海芋恋》。
要跟我一起起飞了吗？什么？想要跟我一起起飞吗？冲破天际好不好？三，看星球。
你们不走吗？不走。你们不走吗？不走。我唱完了呢。我唱了呢。大合照。我刚已经台中跳了，没看到吗？没有。大合照。烟火没放吗？没有。是不是没点燃那个烟火？昨天看完。点燃以前要做什么？点燃，以前要烧起来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要不要烧一下？台中没烧到，对不对？要烧吗？你看我们的乐队老师全部已经回家了，应该已经到台北，应该到台北，应该到台北。要烧吗？我们等他们一下好不好？我这首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今天送给你们，啊，这首歌没有准备的，送给你们好不好？
就到开窗，天亮不忘记了的诺言。We'll be right back.